看一下这盘棋是由最后的无限控制点播的。说四郎，讲解一下1987年五羊杯吕钦对胡荣华的比赛。据说呀，走了十几个回合，胡司令就弃车了，那必须得端详端详。列位请看棋盘，开局大帅走当头炮，司令跳马，红方跳马，黑方直车，红方选择进七兵，黑平炮亮车，红旗左马跟上，对手冲七卒，红走横车，黑架中炮，中炮横车七路马对三步虎转半途猎炮，红方直车，黑方跳马，红方趁右车透透气儿，对手进车齐合要吃兵，红旗飞边象十分正常，黑方出车，那就过河，双炮瞄准中卒，有点隐患。黑方提前补个士，现在到红方了，正手是进车过河，威胁黑方的七路马。红方之所以没走，是因为上一届五羊杯，同样的人，同样的布局，大帅走完进车过河也输给胡司令了，所以这把他想来个创新，走了招兵三进一，用马登车。这手棋我说实话没有进车过河好，黑方吃掉。捉马，红旗朝上跳，要过河踩黑方的三路马，对手呢先把底象给端了，红方踩脚退车抓中炮，没有跟，红方是换不起的，唯有落象给炮加跟。那黑方再跳外马，用鞭炮给三路马生根，这马再跳一下又能踩到中炮了。那么吕钦他这招退炮你也挑不出毛病，首先是控制黑方的马，再一个红方也可以跳马打黑方的车了。这正常思维吧，黑方有可能会冲卒给他挡住，强行跟红方换子，或者说呢飞个边象。司令走的什么呢？卒贵神速，这也不挨着呀，就当没看见了。红方说那我就打呗，那么这马刚落地，胡司令拿起车就给砍了，砍完之后整理下发型，动作一气呵成。大帅说坏了，中飞刀了，刚才还不是说走进车过河呢，那这车肯定要先吃啊。那马走了，中兵没跟，但不着急出手，先将马跳上岸，下一招再吃中兵，这又给红方设下一个陷阱，可不能进车顶马同时保兵啊，人家黑方会平炮打车，只能往这走了吧。再把底士一轰，不能吃，下底将上帅，再来一将，这怎么躲都是先棋盘呢。上三楼就拆中炮一将，红方车没了，后退呢跳马，然后就是把车放在花心，用马将一步杀，红方只能盯住马，那就下底将上帅，再从底线一抠，又死了。这个位置刚才说了，红方是不能进车顶马保中兵的，现场是车八进二，给中炮加根，胡司令炮打中兵一将，红方上士也只能补这个。黑方平炮打车，红方闪一下，刚才要补四路士，现在下底车铁门栓了，下一步棋司令跳马踩马踩车，红方只能平炮挡，黑方直接打掉得回一子，红方在捉马，司令呢又来高招了，不逃马平炮，只要红方一吃，黑方就沉底炮，无论对手是飞象还是电视，那中炮都没了。那既然这样，吕特大也不着急了，他选择上马吃卒，这什么意思呢？红方准备走虎口陷马，如果踩了红方就打向一将，把黑方的车抽了，你不管他能卧槽，你撑势呢，红方就踩底势，剩一个红方用双车也好进攻。那么我这招跳马呀不得不防，胡司令进炮将，现场是飞的象，
不是的话，黑方可以退回来，踩着中炮同时给车加跟。如果对手还是往这跳，那就踩了，打象一将，接着踩，吃车，踩掉。红方是有车，但黑方可是双马双炮啊，外加过河卒，红方一点机会没有。这里进炮一将，红方没有电势，他是飞的象。胡司令此刻是信心十足啊，他突然来个弃车杀炮，红方想了一下，还是吃的马。要是把车做掉，黑方就卧槽出帅踩车。和刚才一对比啊，虽说红方多个马，但那也是黑方占优。来，回到实战，这里没敢吃车，砍的马。司令把这象收了，红方平车抓炮，黑方沉底，红方压死。这里也没有着急打士炮碾单杀，走了一个平炮打马。要是红方用车拦的话，那黑方再打底士也来得及。现场呢是进兵过河宝马，没用车。胡司令退炮用车将，变招了。红旗唯有电势，黑方退车杀兵，红方平车抓炮，黑方迎面给一将，补士架中炮。这个棋抽车倒是抽不到，红方一撑是俩车就连上了。在这走了一招平兵，黑方也往里靠，大帅兵贵神速，胡司令平炮叫杀，一招毙命。到这儿棋谱就结束了。现在是这么回事，这个进炮你不能用车拦，黑方一将啊，你红方称势，黑方用炮来打车啊，这正儿八经的白丢。因此红方在这只能出帅，黑方照头一将，不能电车，下底有闷杀，只能称势。这里着急砍士并不好，红方电车吧，这没法套炮，这不马脚吗？那这个炮还帮不上忙，红方不是有个兵吗？所以正确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，先杀兵然后再砍士。你如果用车保，那黑方也是套炮，这吃马还能抽车呢，红方只能回中，黑方再进车过河，优势太大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感谢棋友们的收看，下期接着聊，不要忘记点个赞。